议员，罗作云议员，南门科议员，蔡顺辉议员，安玉峰议员，李坤宏议员，以及咱各位议员服务处的代表，咱台南市政府，咱卫生局林局长，甲咱吴区长，咱移交中队，咱鲁中队长，咱这个特别委员会，咱科主委，咱各界贵宾，咱各位上桥，咱各位同仁，以及咱各位营销拍飞兄弟，大家好，大家好。今仔日呢，我感觉这天庆有机会来主持咱消防局东门消防分队听测新建工程落成启用的典礼。那本市呢，当区的这个人口，是伫咱台南市算第二行政区啦，第二大行政区。人口第一，咱东区第二，南区第三。但是呢，咱东区较特别的是高楼大厦林立，古有的东门消防分队，伊是伫咧九米巷道之内。